OK， 可以从最新的空拍画面看到，这里是台二甲线阳金公路 8.3 公里处，原本边坡 绿油油一片，唯独摊方部分已经光秃秃，只剩一片黄土。但目前可以看到已经有车辆行经，阳金公路摊方部分已经清理完毕，沿路放上三角锥警示用路人。但其实在长通过程是相当的困难，一度受到阻碍，因为长通到一半台二甲线 5.25 公里处金山区八烟路段又遇到另一处大规模灾害，再一次阻断道路，出估长约100公尺，高度6公尺，宽度10公尺。而第一时间公路局也是紧急加派机具前往，还好在昨天下午4点多就恢复单线双向通行，今天会继续进行清滩作业，整个过程也是相当的顺利，在12点解除整点放行管制。但因为还要持续施工，因此7号凌晨2点到7点，这个路段还是会进行路面修复作业，等施工完就会恢复双向正常通行。提醒观众朋友，在施工时民众可以走替代道路，阳金公路金山往台北方向可以改走台二线三支衔接线道101转101甲线，来避开受灾路段。毕竟现在山区状况也是相当的不稳定，提醒驾驶得特别小心留意。以上现场最新。